李文今年也以半个电影人的身份走在坎城星光大道上，一袭性感装扮让外国媒体看得目瞪口呆，手指头就是不听使唤的猛按相机快门。 就是很多别的国家的，跟他们拍照，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啊。我们是华人啊，我们比较少有这种机会，当然是要穿得好看给他们看。哎，我们华人也是多好看的嘛，对不对？演唱《卧虎藏龙》的主题曲，让 Coco 有了机会走在坎城星光大道上，走在电影外四处飘逸的坎城。让歌手出身的 Coco 希望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也可以尝尝演戏的滋味。 当然会很想，可是自己从来没有演过戏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演技好不好。那这些都是需要锻炼的，可以慢慢来。现在呢，还是唱歌比较喜欢。Coco 的英文专辑在美国发行一个月之后，可是有不错的销售反应。未来 Coco 还将很用力的在美国继续他的唱片宣传。在三藩市呢，已经是上了榜了，所以我们慢慢呢，很多的城市呢，也是希望赶快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大家继续支持我的话，给我一个很大的推动力，这个专辑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。 不过台湾的 Coco 米可别失望，因为算一算，在2个多月 Coco 就会回到台湾和大家见面喽。我很快就要回去啦，因为我还是会发我自己的国语专辑。那我猜大概是8月份吧，我不确定哪一个月会发，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录音了，已经录了好几首歌。那这次自己在做很多很多参与的功夫，那自己在做这个制作方面的，那所以我可以说这张专辑完全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专辑。陈信用刘昌杰在坎城的采访报道。